怡君，你不能再翘课了啦。那你知不知道我们频道叫什么啊？哈喽，北七说行。哈，你看。我跟你们讲，网上现在有很奇怪的新闻，你看。这是什么网站？不重要，你看下面这只黄色青蛙，只要这只黄色青蛙一出现，就有一大堆人在底下留言，就欢迎。知道怎么念啊？卡托沙，很有趣吧？这感觉是某些人才懂的深度梗，是像包总的那无聊的。嘿，尊重他一下好吗？他根本是个圣人哎。你确定要拍这个吗？还是再研究一下？我看泽伟他是不会来的啦，我们就直接拍好了。